that will come to Shen Dong. He's a PhD in biology area, so he will talk a lot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work he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谢谢大家哈，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有多少是非IT的，因为我对IT是生物是吧，对我有一点点生物的背景，所以我对IT是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唯一的IT技术是用 Word 和 Excel，所以我一会儿会介绍一下我的背景，然后我现在其实自己在做生意啊，对，然后我其实是。 怎么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从学校到走出学校到做自己事情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刚才 Brody 和 Lightman 已经 cover 很多关于求职、简历等，就是很具体的细节了。其实我可能说的会更深入一点，就是关于工作的一些思考，或者说关于我们生活计划的一些思考啊，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框都好，我就两页其实。对，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大家，就思考一下，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工作啊？这是就是我在遇到一个职业的转折点的时候，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是这样，因为就是在我因为我是之前读的博士，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做了博士后，然后。 然后就到那个节点的时候，我就考虑，它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做很多的选择，因为在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在你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需要去做。如果你自己不清楚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或者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或者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会很坚定的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不能坚定的去做一个选择的话，你就不能。 100%的投入去做你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家就是拿一张纸，然后拿一管笔，然后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关掉，然后或者是在凌晨时分这个样子找个图书馆，对吧？然后坐下来思考一下，就是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规划，这样。然后，就是，当你就是慢慢思考自己的规划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就是很多的问题，你知道，然后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如何去做这个选择。然后我觉得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从他这里来的。 乔布斯在2005年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开学典礼的演讲，然后很多同学把演讲上的两句话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其实那个演讲的主题，他是告诉大家，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然后 seek your passion。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话会有点空，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要做什么，或者我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做成什么。但其实。 我看过一些心理学的书，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在这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把大拇指放在手里握住，然后拿拳头把它握住。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啊。然后我们的外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皮层。然后大拇指其实叫一个周边系统啊，这很粗显。我们底下有学医学或生物专业的，可能这个不是很准确，但是大概其实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在。 大脑皮层这个在大脑皮层进行逻辑思考、进行逻辑推理，但是真正我们影响决定我们的情绪、决定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是靠里边这个周边的一个神经系统。所以有时候你其实你感觉我知道我想选这个，但是你表达不出来，因为它是用大脑在用不同的部分去做这个选择。其实就像英文里说的一句话，就叫 gut feeling。所以当你做些选择的时候，你可以 trust your gut feeling 或 trust your gut decision，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比如说像刚才那位哥们说的一个开头哈，我没听懂，但是你非常清楚你自己想做什么，我很羡慕你，说真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不清楚我自己想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那你就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就可以。你当你真正投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方法。就像你今天各位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讲座，然后你肯定你想找到一份工作 ，OK， 你想优化自己简历，你会学到很多的技术。我重点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或者说你学的专业，你会觉得哎，我有一些力不从心，或者我真的不想学这个专业，那你去怎么做这个事情？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来到布里斯班开始读博士，我读的是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然后在 UQ 的那个一个临床研究中心，我们专门研究是新生儿的心电图和脑电图。我的背景是学物理，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做数据分析，4年半的时间博士毕业，然后顺理成章就做了博士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内心有一点纠结。就是我喜欢搞研究，我喜欢去做一些分理推理啊分析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喜欢在那种学校里的科研的层级结构里面去工作啊。第一，我觉得你知道他在实验室里，你知道 OK， 这是博士生，这是博士后，然后有 research fellow， 然后再搞教授啊。如果我可以预见到 OK， 20年后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然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状态。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从事的研究是偏理论的，就是很难应用到实际，而我特别渴望就是跟去交流，把我们做的科研能转化到临床上去。但几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很难的，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结果发表的文章到医生那里其实基本上都是炮灰，因为这中间需要企业的去把它的成果去转化，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太适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我干点啥呢，我发现我啥都不会，然后跟家里一些讨论，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转变，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变化，就是我出来自己做个小生意。然后这个过程我其实花了半年的时间，因为放弃几年的学业，然后从一个所谓的 PhD 变成一个小摊贩，你会觉得这个转变会很大，你知道吗？很长一段的时间纠结，但是我会下定了这个决心。然后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就是我有一群打篮球的朋友，然后其中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日餐连锁品牌的一个大区经理，在昆士兰。我说想改行，对吧？我说，但是我在这边也没打过工，我说可不可以去您的店里帮我找一个位置，我可以去打打工。好吧，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说那你就来吧，然后周六周日的时间，然后我就去上班，等上班之后，你知道我不是站在一个打工的角度，我是在了解这个工作适不适合自己，然后我就发现哎，我还可以适应来，然后3个月之后，然后我就买了第一家店，然后就是成为了一个连锁的他们品牌连锁的经营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是面面俱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等到越往后面做，当我了解了所有的经营的管理的一切的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是最擅长那个厨师职位，并不是最擅长包寿司或者做热餐这些东西，这些由厨师去做。我真正感兴趣的是 OK， 我跟顾客打交道，我跟所有的供货商或者是跟他们 head office 的人去打交道，然后我最感兴趣的是跟我的员工打交道，然后build up 一个 team， 然后虽然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餐饮的小生意，但我喜欢motivate 大家，然后 lead 大家，然后一起达到一个生意上的一个结果。慢慢我很确信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结果是就是我的员工变成了我的朋友，然后变成我的好帮手，然后一直到现在有的人已经变成了我的合作伙伴，然后一起去发展我的生意。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小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分享3点。第一点就是，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说现在有些犹豫不知道在做什么，给自己做一个 self assessment。这个过程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拿张笔拿张纸，然后在凌晨在图书馆里边，然后给自己写一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你的技术 skill， 如果你做 IT 的话， Lightman 和 Broad 已经 cover 很多其他的行业，其实这些技术不仅仅包括你会的技术，更包括你可能比如沟通，然后你在跟人沟通或者在从事一些项目中，你最喜欢哪一个点，你喜欢跟人互动，
还是你喜欢完成一项一个工作，还是你喜欢专注于把这个事情的细节做好，这些是你的基础。第二个呢，是你的 value， 就是你有什么价值，你觉得我如果在一个工作中我想实现自己什么样的价值。对，这是两个你需要自己做一个 assessment， 因为你只有了解自己，你才能把你自己推销给各位大佬，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Brody 刚才 cover 很多，就是 networking。 其实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你在一个像今天我们来到 GR 的这个活动，还有包括你平常的一些 social 啊，一些比如说甚至打球，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认识的这个机会就是我这个机会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打球的朋友介绍给我，然后我认识 Lightman 是在另外一个讲座上认识的，在另外一个讲座上认识的 Lightman。 所以你需要建立不同的链接跟不同的人，开拓自己的思维，然后建立不同的关系，这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对你产生帮助。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事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就是不太确定自己想做什么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当下事。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但是你当下做的事情其实对你来说是最重要。我们总说一句话，就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我觉得做好当下事就是最好的准备。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很崇拜的企业家褚时健。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这老人家刚刚去世。简单的说一下他的简历，就是他很小的时候他生长在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哈，就是家庭他在云南那个农村出生的，对吧？他帮家里头去烧酒来补贴家用。他在烧酒的过程中他就想办法把酒烧到比人家效率高，卖得更好。然后后来参加工作，然后到50年代末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你知道他没有的选择，这是政治背景在哪，政治环境在哪，对吧？他被发配到农村，到了农村之后呢，因为他有一些就是管理的经验，被他被派到一个濒临倒闭的糖厂去工作。他到那儿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这个糖厂扭亏为盈，带领大家让这个糖厂又复兴。改革开放之后呢，然后他属于组织上的人嘛，组织又把他分配了，把他分配了到了云南。给他两个机会，一个是去矿上工作，然后第二是去负责一个烟厂的工作。他其实是想去矿上工作，但是他的家人说啊，去烟厂，因为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里对家庭比较好。然后最后他就选择了去烟厂工作。十几年的打拼，他把从云南卷烟厂，然后改变成了90年代赫赫有名的红塔集团。当时作为烟卷行业，他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然后因为当时就是国企的一些体制上的问题，他不幸就是因为经济问题，然后就是进了监狱，然后待了几年。然后在监狱当中他的女儿又去世，然后等到他出监狱出来之后呢，已经60多岁了。这时候他觉得没有事情做，我还是继续创业，他又选择了种橙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褚橙。这就是他基本的人生。如果你看他的这一生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没有一个选择是不像马云。他在90年代大家还不知道 internet 的时候，他就预见了就是电子商务这个宏大的一个方向，他可以去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他没了选择，他只是把他最好的选择，把他能做的选择做到最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可能也不知道将来去做什么选择。那就不如把现在做的事情做到最好，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机会。就我本来还想讲一下关于工作上的关系，刚才 Lightman 也 cover 的也很详细了，就是其实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因为我现在也是个雇主哈。其实我跟大家讲，你要去挖掘你自己的价值。其实雇主就需要你们的价值，你需要把你的价值告，你需要怎么去利用你的价值去帮助雇主去创造价值，这样大家就能产生联系，就能。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点，这是一个换位思考的方式。如果你换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找工作的人都是想我会干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得到什么。其实你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企业需要干什么，因为雇主是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我能为这个企业做到什么，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如果你把两个价值弥合到一起的话，你就能得到这份工作，雇主也很希望你能为他工作，一起创造价值。
如果转化到这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你就是利用你以往的经验告诉你现在想将来的雇主，告诉他 OK 我能做什么，我能把什么做好，我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背后的逻辑。对，我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 This is my life， 在那个横线上你可以填任何事情。因为我很多员工他们也在上学，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感觉就是他会抱怨环境不好，就抱怨现在签证不好拿，抱怨澳洲的这个就业不好找，然后回国也不好找，这个不好找那个不好找。对，但我觉得其实你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抱怨的时候你其实在把这个事当成别人的事情，你不需要负责，你是环境需要负责，澳洲需要负责，中国需要负责，中雇主需要负责，但其实真正需要负责的是你自己对你的工作负责，你自己对你的生活负责，对吧？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 think and take action， 就是想好了马上行动，好吧，谢谢大家，这就是我。